接下来和亚当讲话，对对对对。伊个阿妹呢，就送个门个啦吼，讲话如入门级啦。因就一张庙会啦吼，庙会那个送门个就有出去看点吼。伊出去看看，绝对咯，莫讲话啦吼，莫开口啦。莫个讲，莫聊天啊，莫聊天是犯错啦。犯错莫开口，当当面真个这样讲。太是讲，介是顶面么？伊讲介是心面么？叫讲伊讲介是顶面么啦？安个天来讲，这咩啦？介佛咧啦，我讲佛咧啦吼。第三个讲，阿咩阿咪莫昂又昂，所以上个有讲话，讲出来他这个地方伊反应有问题啊。安个有这个讲心灵感应，我们来随着天意吼。阿爸老是心动了，不让他过去，不然不能拖拉过，才过。你当兵还当兵的些啦？哟，奇怪，所以你当兵的些，他这样当兵水，哎，挑那安水的，挑其他那条挑，比较憨鲁的块，就看到光就讲，所以同胞哈、哦，那叫刺刀讲这个。就那么命命，就那么来来同业的个个阿兵哥的同啊朋友啊，他那么命命，有腰条，他那么命命，有腰条那样，我就转多转水了。阿天一是老有点状况，上坡不上，你怎么来啊？有业有证啊，你看，但是很冷门，就你上坡怎么来啊？就俺上坡半梦啊，半梦就跟西瓜一样啦。那几多我讲是吃西瓜，哎，过来西瓜，那西瓜代表有芒树哦，所以莫讲。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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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内观、内观，你就压一下内观，压下去，揉一揉，压下去，揉一揉，哈、哦，慢慢是会下去。走教会先呢，也是内观。那读针灸哈，又靠过针灸那个，拍照哈。这东西唔见得闷啦哈，所以唔地身上也摸高，然后来经验呢，用眼先搞错。各处那个得呀，各处哈，哎，好呀。各处啦，啊，这脚骨吼，按手劲手度吼，有劲。你要讲西医们，没办法，西医最多叫你拿冰块还是什么退慢的嘛，哈。这个呢，哎，动不动一秒钟。内关出来呢，内关按用一些扭胎的劲哈，旁边有一个小筋哈，筋膜就在筋的中间那个，然后有三个指头哈，都两样未来很。也是内观啊，内观一听就好了，80%回来就好。他就讲312，中国大陆他们你是当年就对他讲312健身法，三你们看三个穴道，刚才讲了内观一个，第二个合谷给买呢，你这条线哈，两条线呢，这个指头的这条线哈，对上这条线。对好了，压下去，那就是合谷哈、哦，要紧。第三个就是足三里哈、哦，足三里管胃的哈、哦，因为庙头因为用酸痛的哈、哦，哎，这是三。腰是什么？你躺着哈、哦，你水稳，腹式呼吸，腹部呼吸，吸进去，你 hold 住呢，保住10秒钟，吐出来10秒钟。这个叫做腰。二是什么呢？你两脚打开来，蹲下去上来，蹲下去上来，两个312。那我看从个天气状况中呢，耶鲁大学的一个MD-PhD 呢，那里头呢，用你左手拉这个，右手拉这个哈、哦，左手拉这个，蹲下去吸呼。吸呼，我把它并起来了哈，312。你用哪个好处呢？吸呼可以给prevent你的
阻止或延缓你的老人失智症、老人痴呆症，也可以延缓你 dementia 老人失忆症，失智都是忆某种的啊，也可以呢缓慢你的 Parkinson disease 帕金氏啊，就是所以你看312不装，各位呢可以呢。这样有没有好处呢？刚刚腹式呼吸呢，你要是晚上睡不着的话呢，所以这些呢，你做几次腹式呼吸会帮助，会有帮助。好，三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所有的全身的任督两脉，全身的穴道都动到了，所以高血压的可以减低高血压，糖尿病、高 cholesterol 高胆固醇的哈，还可以呢，可以讲治百病的，唯一一个病可能治不到的是什么？秃头治不到，光头治不到。这样啊，干蛋什么的，看啊，来发给上北三张那个来复印的呢，是克林顿选上总统以后呢，我写一封信呢，那个时候还有小米才把他的通常会服装呢。那些奉献呢，让你祝贺恭喜恭喜先吉也先呢，我们台湾的乡亲呢，都是跟他帮忙哈，让你出力那个啊，那些农民呢，关心我们台湾的民族自由哈，台湾的个将来，那我们就会奉献转的当地的战斗，非常兴奋哈，也比较肯定哈。来，刚好非常就讲，来去九六。九呢，就是九七年啊，1969到72呢，我做个业务呢，pharmacology 药理学一所做博士后的研究 postdoctoral training 哈、哦。Clinton 呢，也在那个时候老家服用 heroin 呢，这个同法学院，而且医学院哈、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从哈佛三年进了，你为了法学院是念三年嘛哈、哦，大学毕业以后法学院三年。但是他后面呢，我又在地址呢，又做到批了，就老知道啊，讲俺们耶鲁啊，就俺现在就是啊，俺这东西呢，做了些基督徒，这个 Ken Davis 大卫营呢，老以色列的总理，巴勒斯坦的总理呢，开一个 Ken Davis 的会议，促成两国啊，莫整个积累激情哈，和平相处，那是老的建议。来到机场，陈水扁老江泽民啦，哈、哦，因为是大卫林来开闸会，哈、哦，来促进台湾回侨改平安啊，扶贫那样，啊，跟那个第一封第三者下去是老的，整个天祥公安啊，来到机来促进这件事情，啊，结果金毛飞什么，毛飞夹什么。你要聽嘛，我要一隻記錄嘛，要穿白黑嘅，因為我要首先將江泽民咧，江泽民不要啦，冇嘅嚇。講到 Clinton 咧，佢是講可能汪偉雄可能啲 Clinton 咧係客家人，你們大家不太曉得。啊，60年前咧，光華的國父啊，到美國華盛頓 D.C. 留學。那个时候，你看，推翻婴儿庆祝，推翻婴儿汉婴啊和西方东方婴儿的结婚是有困难嘛？他就认识一个白人的小姐，姓贺啊，他个独生女，他爸讲你要跟客家人结婚可以，但是将来哪一些会想个念想啊哈？他就爸爸叫爸讲没问题啊，会想念想就哪一想也表不到回来，当时要去结婚。一年以后呢，在华盛顿 D.C. 总算来，酿成了阿顿姑嘛，哈、哦。所以白人的姓克，他明摆在中间的克林顿，哈、哦，就是那个我们的美国的一个总统，所以比我行业的小总统。江泽民也是客家人，你们晓得哈，有三点水耶，那姓氏有三点水的哈、哦，大部分是客家人，红啦。姜啦、汤啦、凉啦、笋啦，哦，太不混了。中浪又可以见，动
啊，声音蛮高诶，重要的啊，要的，买只装去哟。佮店主老家本身专门讲喉咙啦，啊，我用做咱喉咙音没当多啊，啊，那什么意思啊？先生，你姓什么？叫我姓涂啊，啊，啊，怎么样的涂？三点水的涂。那个我们三点水一涂，那个汗音啊，就黑啊，那汗音啊，你讲跟有冇关系？用来补养没有？哈个哈，喉咙嘛，吼，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喉咙嘛，用来喉咙来干。所以三点水的大部分是客家人，江泽民客家人总理邀请克林顿呢去中国大陆访问啊，江泽民说：“哎呀，我的英文不行怎么办？”跟幕僚讲：“没有关系，很完蛋了。”你看到他第一句话就问我 ：“How are you？” 就你好吗？啊 ，How are？ 我说 ：“How are you？” 完蛋，还给接着讲。Very well, and you？ 啊，我说我很好啊，你呢？那你就讲一句 ，Me too。啊，我也很好 ，Me too。什么都解决了啊，哦，用在感到。结果，上次你看，你可能就有够有台，你放下去啊，他讲 ，Who are you？ 把 How are you 变成 Who are you？Who are you 就是说你是谁呀？啊，那可以你说奇怪，听起来啊 ，I am Hillary's husband。他说我是。希拉里的丈夫了哈，江泽民讲 ，me too me too me too， 我也是我也是。柯林顿又讲 ，if you were Hillary's husband， who am I？ 他如果你是 Hillary 的 husband， 那我是谁呢？经过翻译以后，哦 ，then you are her K girl， 然后那你就是他的 K girl 了，因为 Hillary 是我的老婆啦。那你两个在一起，你就变成了 K 哥了 ，K A G O 了 ，K O K 哥。像他 K 哥呢，契哥呢，俄罗兰讲 K 家克兄不对，应该是契约的契，哥哥的哥，契哥 K 哥。中国大陆有 K 哥也是，但是摸喉咙嘛，因为喉咙嘛只有台湾才有，俄罗兰那个妈妈。为什么叫契哥呢？据说呢，我们大户人家哈、哦，人手不够而强调罗汉卡拉外头的来帮忙哈、哦，来帮忙一年的时候打长工要写打契约嘛，啊、哦，就这样，就那老板的儿女啦，或者比较年纪轻的呢，就称呼他这个契哥哈，契、哦、契约的哥哥。那以后呢，传下来，因为发生感情呢。K 哥，这个是一个故事。K 后来呢，那时候 Clinton 去访问，刚好跟他的一个助理叫做 Monica Lewinsky 呢发生了那个丑闻嘛哈，说他那个 Lewinsky 呢，他的助理呢在白宫怎么跟他什么什么口交什么，江泽民问他。Mr. President 就表示他会讲英文。Mr. President, do you still play sax every day? 他就问他，因为他晓得 Clinton play 那个 saxophone， 他就不会讲 saxophone， 他就讲 sax。那 sax 一听连着 S E X， 以为他 play 属性爱，所以你就很不好意思。What sax？江泽民讲 ，You know long and hard stuff put into your mouth。他说又长又大的东西摆在你嘴巴里头，他更不好意思了。What's that？ 啊 ，And then make music in your or in your。他说哦 ，saxophone 不是 sax。这个发音呢，有时候呢也要小心一点啊。哎，讲一些美国。台湾的一些政治上，因为我们刚刚选举选完了，是提一下。大概20年，199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 Ohio 的一个众议员呢，叫做 Sherrod Brown 呢，写了一本，他非常关心台湾，写了一本书在签名的时候，那时候我就问他，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叫50+1 club， 这是什么呢？台湾有些人呢在推动，希望台湾变成
美国的51州了哈、哦，所以我就问他 ，Mr. Brown， 你们对那个 50+1 Club 有什么意见哈、哦？我跟他解释的，他说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dea， 他说那是一个很有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呢给那个邓小平呢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我们台湾同乡会、美国台湾同乡会呢，就做这个帽子呢去示威哈、啊。这是什么？就是台湾在这里的美国，所以希望说台湾就是美国的51州了。其实听到邓小平呢，我跟张哥在讲这个。邓小平呢，也是我们客家人不少的嘛，哈、啊，是四川的客家。他很早的时候，当做一些去法国呢当童工啊，十几岁，在那边钱赚的不多嘛。他说：“哎，你还到美国来啊，工嘛？”他接着讲：“哎，那美国打工你要拿 visa 哈、哦，要拿那个签证，英文又不行，你怎么可以呢？我去试试看嘛，就去。”美国的那个领事馆，那领事馆两个领事馆问第一个问题就问他 ，Who is the father of USA？ 谁呢？是美国的国父。那邓小平讲，这一个问题一定问我姓什么了？他说我姓邓。他说我姓邓。对哦，那我姓邓的华盛顿呐、啊，啊，是美国国父是华盛顿啊，所以第一个问题答对了。OK。第二问题 ，Why do you want to come to USA for？ 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呢？他想这第二问题问他叫什么名字啊 ？Shopping， 他说来美国血拼呢，哈 ，Shopping， 他叫邓小平嘛，他说来 Shopping， 哎，也对呀、啊，来美国血拼啊，买东西也很好啊，血拼拜拜哈，这经济不太好，你到来美国买东西了 ，Shopping 嘛，血拼嘛，他说 OK， 那你要到血拼你要买什么？说 Why do you want to buy？那你要买什么呢？这回我用喉咙来讲，不要用客家话，他要买某某。他说某某的哈，他说没有，他没有结婚。他想第三个问题一定问他你有没有结婚啦、啊？他想我讲某某啊，你要买某某，某某很好的车子嘛，所以三个问题答对了，所以他签字，据说是这样子。邓小平呢，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呢非常了解，因为他来美国打过工嘛，而且美国人呢给他那个 visa， 他也很高兴。所以回来呢，谈到这个，后来又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组织呢，说依照二次大战以后 ，MacArthur 呢是远东援军的统帅，他代表了。战胜国呢，把所有的接收的国家由他来分配。那个时候呢，台湾呢就让那个我们前总统蒋介石呢派郭应钦接受投降，然后台湾。但是以后的三藩市国呢，旧金山的那个协约那边呢，日本直接讲说放弃对台湾的主权，没有说台湾。归于何时何从？所以用这个法律呢，台湾有些学者专家，包括陈仲谋呢，就认为呢，台湾呢还是法理上来讲呢，当时台湾人民的，但是呢，美国有义务，说台湾拿一个 passport 拿不出去，所以呢，美国有必要呢发给台湾人护照，美国的护照，让台湾人拿着美国的护照可以到处啊去走动世界，所以呢，把这个事情呢推出去以后呢。告到美国的，就是提到美国的地方法院，地方法院一看，哎，这个于刑于法呢是合理，但是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所以他们不敢处理，推到中级的那个法院，法院也认为这是政治问题，所以不敢，然后又弄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因为也没有配，但是台湾呢现在也有人呢还在推动，他说什么 TAU 就是台湾政府啊、哦、，TAU 就是台湾 Autonomy Government，Autonomy 就是自治吧啊，自主有在那推动，这个稍微提一下，诸位可能不太，当然台湾的何去何从是我们台湾人，对，
2300万字的选举将来的前途怎么样。对，这次的选举呢大家也热烈的参与呢，满满的专人哈。有一个俗语讲，头就是一啊，头命头娘你云上凤池，头是命啊，头是命运，头命二运三风水，喜积四积阴德五读书啊，阴德积好一点的五读书，六爱客家，七爱台湾啊，七老八十要自重，不要开口水空大。还是就是不是那个七老八十的，我们的那个言语也不讲骂人混蛋嘛，就是混蛋啊。我写了一下，说九五伯伯又加码呢，说出你我是黄泥。我生下来的时候呢，是日本人嘛，那时候日本籍呢，没有，不是日本人呢，是日本姓嘛，对对吧呢？我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啊，昭和的时候生下来。那我们生下来，那个何伯伯讲，我们是黄明二代，就是黄明的后裔的，没有办法，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奉劝院长、副总长呢，含饴弄孙享清福呢，长命百岁乐安康，大家都活在台湾嘛，大家互相尊重，互相 respect 啊，就稍微提一下这个。哎，有新竹公校。那你我观音国小毕业，观音国小毕业，我第一名毕业的啊，因为观音也小嘛。那去美国呢，我念硕士的时候呢，拿硕士的时候也第一名，拿博士的时候也第一名。为什么呢？我硕士的时候毕业就我一个人嘛，当然第一名了。那博士的时候也是我这个也是你沙比亚什么，所以看我都拿第一名了。我57岁的时候呢，报上我在华盛顿就看到说，哎，我们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 TNC 啊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传统的中医学院呢要招这个针灸的学生呢。哎，来讲啊，我跟我太太讲啊，哎，那边的好上面呐哈，做上面，啊，那里的姑娘们上噶，那姑娘讲。你都57岁了啦，读出来都60岁了啦，同学。我讲俺某种人60岁啊，所以俺已读去读，而且考过，还参加全国的那时候也是第一名，为什么？我最老哈，而且呢，我最用功。我想说第一名，我小的时候呢，代表自达池我第一名毕业嘛哈。我念高中新竹公文说。高二的时候我代表字宋词，高三的时候代表字达词。那 PhD 呢，那个没有毕业典礼，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所以也不必字达词。但是我念针灸的时候呢，因为我嘴瘤嘛，就叫我去字达词的呢哈。哎，所以讲到广外教育的一些过程。那我1964